晚上好，晚上好呀，晚上好呀，宝们，晚上好呀。我只是漏的，明天几点发车还没看，没有，手已经缓过来了。那个麦跟水泥一样，我感觉我就我的就是因为我磕到这里嘛，你看磕破了，看到没，红红的磕破了。对，我知道，我听到你说你想我了，然后我感觉就像我一拳打到了一个水泥上，那个麦砸到我，然后我感觉自己就是一拳打在那个水泥上，然后我的手还破了。施华，你那两个礼拜，你肯定肯定，不给我机会嘛？因为它是破了的，但是看不出来，也没那么。我的回答，我说那你去干嘛了？然后就说你去干嘛了？然后我就说哦，那你明天来喽，那我们明天见。我就说这个，对吧？明天会来是吧？晚上好，晚上好。我发现，FN 的公演，他们就是半拍半拍的跳，然后 VG 的公演就是一拍一拍的跳，然后我老是跟不上，就是我有两三首歌吧，有两三首歌的节奏是跟大家不一样的，就很难受，特别是我一回头，嗨，宝子。不，世界未解之谜，这陈佳音总是为什么总是受伤？对啊，老是在受伤。然后我又比较就是身上很容易留伤口，就很容易，就是皮肤有点嫩。虽然这么说好像怪怪的，但就是皮肤太嫩了，然后很容易留伤口，然后就遍体鳞伤。我每次跳公演都遍体鳞伤。我有一次跳完公演下来，然后腿这里不是就划了一好长的一道口子吗？你们应该还记得我直播的时候有说过，过敏有好点吗？没有，今天过敏到脸上都上不了妆，就是脸上的妆待不久，就因为过敏了，它那个妆就无法在脸上待着，然后它就一直在掉，一直在掉。然后我今天的妆就画的，就怎么画都画不浓，就一直都是淡妆。就怎么画都画不浓，就显得好像气色有点差。对啊，今天好累哦。但是，兔子给我买了冰红茶。嗯嗯，小樱太好看了。微微，我的表情有没有很？我的表情有没有很不好啊？因为我跳 FN 的时候，发现我的节奏跟大家不一样，然后我就很慌，然后他们那个内心戏，我们的歌不内心游戏吗？他们的歌内心戏，他们的内心戏的，就是这首歌其实是那种性感风的嘛。然后我给你们演示一下。然后我们内心游戏那种性感，就我们内心游戏的性感不都是这样子，然后这样子性感吗？就这种扭的性感，然后内心戏的性感就是站着，然后就是这种，就是他们那一整段副歌都就站着，然后在那唱或者凹一个造型，然后在那唱，然后我就很不习惯，不知道只看了我。我真的很不习惯，我在那个撤台，我超级无敌不习惯，就是那个副歌，就我觉得他的那个节奏就是各种跳的那个舞嘛，我觉得那个副歌是应该各种跳。谢谢我们冉冉的草莓蛋糕，但是他们都是摆一个 pose，然后唱，然后我就超级无敌不习惯，
然后我在控台每次我都会忍不住就做一个大动作，然后开始，然后我发现他们都不动了，他们就不动，他们就一个造型凹着，然后我就会变得乖巧。真的很不习惯，就那个控台每次都会很尴尬，因为我每次都会一个大动作，然后发现哎他们没有动，然后我再，然后还得装作若无其事，你懂吗？还那种表情还要很拽，若无其事，然后我就啊随便就乱换一下，真的很尴尬，真的很尴尬，我不行了，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不行。想好久怎么回我。谢谢我们皮卡丘的桃花风铃，谢谢我们权志龙的草莓蛋糕。晚上好呀。没有光脸上。新礼物，这是新礼物是吗？新礼物特效怪好看的，谢谢 Killing 的爱心气球。哦，啊，这最近的那个新特效好可爱啊，还有草莓蛋糕呢。明天就要回去了，谢谢鱿鱼的草莓蛋糕。我刚刚去十一七上就小后辈们的房间炫了两根鸡腿肠，炫了两根鸡肉肠了。他们搞了个什么小节目，然后邀请我了，然后我就正好看到了两根鸡肉肠，因为我很喜欢吃鸡肉肠嘛，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吃鸡肉肠，就然后我就说哎，那我能吃吗？感觉越来越好看了，哎，胶原蛋白也流失的越来越快了，真的很痛苦。有的接生和十一期差不多，他们都比我大呀，除了林恩彤，他们都比我大，他们年纪就是与我相仿。对，但我是大前辈，永远的蛮内，但是我是大前辈，就辈分很高的蛮内。谢谢六六三二一的草莓蛋糕，你比我小哦。大家是不是大多数人是不是都比我小，就大部分是比我小。谢谢你的刷屏，谢谢你，谢谢金金，不知道这个 ID 我该怎么念，反正我就念金 Amara 吧，金嗨。新礼物还有挺有意思的，草莓蛋糕不是前段时间很流行的吗？就说什么如果他喜欢你的话，他就会给你做草莓蛋糕，然后说单身狗也可以自己做草莓蛋糕呀。然后我当时还在说哼，草莓蛋糕小孩子才会喜欢草莓蛋糕。然后我们的特效就出小，我们的礼物就出了草莓蛋糕。谢谢白鹿的口红，谢谢嗨。你还有两年就成年了，你还有三年就成年了，哇，这么夸张吗？不太好吧？你明天给我带一个吃吗？吃，哦，不可以。巧克力蛋糕是痛苦的回忆，不是痛，不是说痛苦的回忆，就是很痛苦，但是可以有。因为我可以分享给别人是吧，虽然我不吃，但我要是收到的话我就可以分享给别人。你还有15分钟，19岁，你还有15分钟就要跟我一样大了。现在给我画饼，吃你一饼，那我就六模你。18岁最后一天，扣爆响应，耶 ！YB，超棒的，今天超级无敌开心。今天就可以看出来，虽然我很累，但是我还是就是因为有大家的call声嘛，大家都在有在call我，就是
有被欢迎的感觉，就有被喜爱的感觉，然后支撑我到了现在，就导致我现在情绪啊是非常的 OK 的，虽然真的很累。怎么也有人订房？虽然今天真的很累，今天真的累到了，然后还一直在受伤，今天也受伤了。但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是吧？主要是脚好累呀，今天脚好累，明天下班走慢些，好累。忍忍，不像天天 emo。 可爱的女孩子啊，跳两场不累才怪，是我明天还要跳第三场，然后这段时间就几天时间学了好多东西，但是我的你扣两场也好累是吧，真的好累。明天跟车吗？不知道，我看明天几点发车，我要跟上的话我就跟你们说。我今天下播前看一下是几点发车，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自己现在也不知道，因为我一回来然后就去录他们那个视频，然后就给你们开直播了，因为我怕你们等太晚了然后睡着了，然后我就说想着赶快给你们开个直播，然后我也没有去看消息。哼，我宠你们是因为你们也在宠着我，不然的话你们要不宠我，我肯定也不会宠你们的。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子，就是你付出了多少，我就会付出多少，我是这种类型。是你付出到了一个量之后，你就会发现，哎，我突然也开始付出了，就是这个样子，我就会先看，你懂吗？就会先看，然后你付出到一定程度之后，你就会发现，哎，他开始改变了，他也开始在付出了，就是这个样子。谢谢我们，凶鹅，这个怎么念了？有口红，谢谢猫，谢谢白鹿的信封，谢谢猫猫的草莓蛋糕，谢谢。我们不会念，看到某个 B 站视频又震惊于小家伙的身材，我身材很好，这个事情确实是众所周知，但是也不就没有特意，就也不用特意的录我走路的视频，然后给我放慢速，就没有必要，就这种行为确实不太好，好吗？就我以前我那个时候没有说，是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事情，但是我现在知道这个事情之后，我就说一下。身材好，这个就众所周知，但也没有必要特意录我走路的视频，然后给我放慢。嗯，你看的不是那个，那是哪个？不过我确实身材好了，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是我们是双箭头，哔哔哔哔哔。没有头的那个，我还有没有头的视频，艾特我呗，反正你也知道我 B， 你也知道我 B 站账号啊，对吧？晚上好，嗨，你是 B50 来的，小乔，我今晚很棒，真的吗？我今晚就是我有好几首歌跟大家节奏不一样，然后我慌死了，我都有点难过。为什么要拜拜？为什么要拜拜？就是我直播时候展示腹肌的时候，腹肌哦，我知道了，那个啊，那个事情，他们还说哦。有些可恶的人，有些不好的人，他们还就是配了背景音乐污蔑我。幸好有一群妈妈，虽然不知道是谁的妈妈，但是那群妈妈就是
专门去看了我那一场直播，然后给我辩解了。专门回去看我那场直播，给我辩解了，就替我说话了，说人家根本没有这个意思。今天也辛苦啦。是我那条裤子是 Lisa 同款，他们说 Lisa 同款，我是很久以前就买了，17岁的时候我就已经有这条裤子了，但我一直就是把握不好它，睡觉吗？今晚只看了我。不错，后面什么？当时是说的什么？超棒，耶！下午1杠1太少了，那个位置很别。不记得了，反正就是怎么说呢？谢谢我们猪八戒的桃花风铃，你脖子都看断了，确实，可能是困了，困了吗？11点53了，也确实该困了。谢谢你的爱心气球，谢谢。17岁穿的，现在穿不了。啊，是这样吗？早上6点都不睡，现在马上困了。为什么？看一下特效，下了，拜拜。你多看几次嘛，你就看这么一下，你就看这么两个特效。谢模样的荧光棒。好了，快点去休息啦，你不是还要忙吗？就是这样，平时困了，躺下一会儿就清醒。其实你要我睡的话，我是可以秒睡的，但是我要给你们直播到12点半。谢谢请多指教的荧光棒。胖，我过年也胖，我过年恢复了一日三餐，我过年也胖了，真的很痛苦。播给你们直播一会儿，然后我就睡觉去了。然后明天就又得拍一拍下周要发的东西。公也没感觉到哪里胖了，真的吗？那就可以了。只要是体重变胖了。体重增加了，但是可能就是身体没有怎么样，但是体重增加了。亲戚老是说你圆润了，对，我今年回家，我爷爷都说看着现在的我就是有点肉了，反而看着舒服一点。我说，我胖了这么多吗？就是胖的，我去年回去不是说我骨瘦如柴吗？像鬼一样。今年就说有点肉了，看着好看多了，比去年好看多了。有胖这么多吗？真的很难受，真的很难受，真的很难受。线下看也没看出来，干了什么大事？谢谢我们猪霸天的桃花风铃，今天是不是要破1万？谢谢你的爱心气球，谢谢谢谢谢谢。圆润的变好看了，圆润会有胶原蛋白，
应该是再看一遍，你下了，行吧？那你早点休息吧，你不是还要忙吗？最近，是吧？谢谢你的桃花风铃，是不是还有一个爱心气球？先谢了，先谢了，好吧？耶！真棒！有没有其他人再来接个力？不要停下来。明天出差去了，行呗，注意保暖哦。谢谢我们 ZAT 的信封，谢谢。接不起，怎么能说这种话？做人要有目标。要留着下次，那有什么活动吗？哦，情人节那天吗？2月14。皇上今天方不方牌？今天不方牌，今天太累了，今天累了，宝子，等我明天睡醒吧。明天睡醒的时候应该可以给你们发，但今天方不了，今天太困了。小宝今天连跳了2场公演，而且都上了全场，但是我 FN 没有上那个不放手。我怕那个溜溜球打到别人，我真的很担心哦，我不敢上那首歌。去发了个翻牌，明天应该还直播吧？明天应该不直播，因为明天要拍下周的 KPI，要拍下周的素材了。明天得拍，不然的话应该没什么机会拍。那首你找了我好久，那首我没有上，我要再等等吧，得再过段日子我应该才会上，因为就是那首歌我怕打到大家，真的有点担心，然后就玩手机去了。明天的是晚上的公演还是下午的公演啊？晚上的公演，那应该是早上发车，因为下午要排练，然后晚上要公演，对，下午要彩排。应该不会很晚下班吧？这一次就一首大歌，这一次就一首大歌。晚上好，晚上好。哎，对哦，我有鲍师傅，我有肉松小贝，真的就很开心。生日快乐，生日快乐。晚上好，生日快乐！快点，就是大家快，给过生日的朋友们刷一波礼物吧。这不刷一波鸡腿，怎么说得过去呢？谢谢我们未央的口红，对，有点歌哦。谢谢 ZAT 的草莓蛋糕，谢谢你，肉松小贝好吃，给你吃一口。给你吃一个，给你吃一个海苔。啊，不吃啊，那我自己吃了。试试我们权志龙送的草莓蛋糕，他没手套，好像是的，没错，他没有手套。我洗个手吧。你给我带了海苔粘牙，没有啊？
长沙特产忘给我了，没事，明天还能给你。emo 了，为什么？为什么 emo？ 不可以 emo， 喝个冰红茶吧。干杯！是我不喜欢吃甜的，但是冰糖葫芦和方糕又不一样，方糕不甜啊，方糕是甜的吗？我今天吃的方糕不甜哎，不上头，我今天其实怪累的。过年买了一箱冰红茶囤在家，真羡慕小朋友们，让小宝来教你们怎么洗手吧。是的，我也很喜欢吃冰红茶。好乱！我也喜欢吃冰红，吃冰红茶？我也喜欢喝冰红茶。冰红茶真的很不错，好吗？我的钥匙扣。哎呀，我造不到手啊！算了吧，你们就稍等一下吧。你们就稍等一下吧。哎，可以这样给你们看，洗手上。我的洗手是标，我的洗手是标准的洗手，因为我学了怎么洗手。疫情期间的时候，然后当时疫情不很严重嘛，然后我专门去学了怎么洗手。昨天我好幸福，为什么昨天我好幸福？谢谢秋诗的19个荧光棒，谢谢。为什么昨天的晚上好？为什么昨天的我好幸福？哦，超微视角哦 ，MC 话题，哇，我真的好准呐、啊！我投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准。明天不直播又看不到，那我。看看累不累吧，我努力直播一下，好吧。我也想14号要不要化妆。没有啦，就是拍照也可能会发现带呀、啊，就是我的怎么说呢，你总是会发现。我就想14号的时候要不要化妆，你们想看吗？14号是电台呢还是化妆呢？但我其实应该会更想电台一点。我不素颜直播，因为我脸过敏了，你们忘了吗？所以就不行。但是14号是情人节，对脸过敏化妆不太好，就对脸很不好。行，今天11:30发车哦 ，OK。
那我就14号那天电台了。好啦，约定好啦。根本起不来接上班，而我们还要去彩排。嗯，约定好了。怎么不夸夸我？为什么不夸夸我？那一定都要跟车吗？自己坐车过去也只能晚到那么个1小时，而且还要花钱，好像挺不值得的。是啊，要夸夸我，超级努力陈佳莹，好吗？对呀，你看我今天连，哎，就是搞了挺多东西的，是吧？然后我明天还要忙一整天，就证明我有48个小时一直在忙碌，就中间可能睡个10小时，可能都睡不到10个小时。你说我现在，我等下下播，然后我洗头洗澡，洗头洗澡，然后还要那什么，卸妆啊，护个肤什么的。兜兜转转2、3点了是吧？正在打游戏的老母亲。可恶，你们买了那个瑶的新皮肤了吗？可是挺充实的，我希望忙起来不？怎么说呢？就是我休息好了的话，你这么折腾我可以；但我没休息好的话，可能会倒下。跳肯定累晕了。我当时是那个 MP 讲完之后，我那个 MP 讲完之后，我整个脑子就开始混了。那时候脑子就那个开始就是无法思考了，我的脑子就开始困了。没有倒下，没有倒下，没有倒下呢，这不没有倒下吗？这不一直立着的吗？然后我的节奏就跟，然后我的节奏就跟他们对不上了。不过我觉得真的就很考验应变能力，真的很考验应变能力。你把 ID 改回去，行啊。叮噔噔，我是什么墩墩呢？赢的呢？信息回复率都要上线了吗？没有，你们就是我现在，因为本身今天累了嘛，然后你们跟我聊天的频率就得，我还没说完，你们又说一个又说一个，然后你们这样就一直说，就能把我一直吊着，然后我就不会累。但是你要是就不会，就那份累不会传到身上，不会传到脑子里去。但我要说着说着，你突然让我停一下。那种疲惫感就会过来，你懂吗？就会涌上来，就像你累得要死，但是你站着的话，你就不会觉得累。但是你要坐到沙发上，就是你躺下，你就突然觉得哇，好累，就是这种感觉。是你们得快一点。你们发消息有 CD 的哦，我知道啊，我知道，我知道。
我知道你没有洗涤，我是理解的。什么电脑居多 MS 跳蓝牙？说实话，我好多歌都不记得怎么跳了，就是我跳完之后，我就从脑子里清除出去了。然后我记东西很快，比如我脑子只有这么大，但是我记每样东西，我就能一下子就记住它。我看一遍，我就能记住了。就你们在台上看那个 MC 也能发现，我就是看着他们，我就能跟他们跳成，就跟他们跳上，就能跟他们对上。但是呢，我就是跳完一个节目之后，我就会把它从脑子里格式化出去，然后添新的东西进来，就是会这个样子。对，我是很多现学，像 FN 的公演，我跟他们节奏不是不一样吗？然后我发现了之后，你就会发现我每段副歌就是哎。就比如说我这段副歌，我发现第一段副歌，我发现啊，我跟他们节奏不一样哎，然后我第二段副歌我就会调整一下，然后发现怎么还是不太一样，然后第三段副歌就会变成一样的，因为我眼睛有在看，就是怎么说呢，我虽然脑子是卡着的，但是我眼睛是灵活的。跟脑比的太像。我脑子有这么大，我这一片全是我的脑子，所以我还吃东西吗？哦，对哦，对，我洗手是为了吃东西。是，我有，就是你会发现，因为 FN 的公演，他们是半拍的公演，但是我们就是 VG 的公演是一拍一拍的，就是。没有，我这只手没有摸脸。而且我今天在跳内心游戏和内心戏，还有什么给 Victoria 的秘密，那几首歌的时候，我脑子里都想，就是你看着就是那么几个动作，但是我脑子里在转换两套公演的动作，我想。哪个动作是这套公演的？哪个动作是那套公演的？我分好多天吃，我一天吃不完，赶紧吃一口。你看，还有夹心，看到没？给你拿块新的，嫌弃我？太厉害了！是吧？今天就很牛，今天应该休息好了的陈佳莹就是不一样。谢谢小冰的草莓蛋糕，干杯！我们让小贝给你的草莓蛋糕碰一下。是，很喜欢我。要很喜欢，很喜欢，很喜欢我，你吗？我体力真的很好，那我体力其实不好，我现在就是靠那一口气吊着。我等一下直播之后，我整个人就，整个人就会变成这种状态。现在主要是因为，就是怎么说呢？还是那个思想吧，就觉得要把好的一面展现给你们，所以说，就是在面对你们的时候，我会更多的让自己提这一口气，然后跟你们就是一种好一点的状态去面对你们。然后我就吃一个，先预定19岁喜欢我一年，
你就先你先说着嘛，我先看着，好吗？我看着你做，我不吃了，我不吃了，会舔手，真的会舔手，没办法，洗一洗，不吃了，真的不吃。是，我是喜欢行动派，就是怎么说呢，我喜欢看得到的爱和喜欢，而且我只认可看得到的爱和喜欢。打个比喻，就像白鹿，哎，也不要说几个人啦，反正就是大多数我的粉丝都是属于那种虽然是默默的爱着你的那种类型，就是他会站在旁边看着你，他不像有些粉丝，就有一些粉丝就很热情很外派，有一些就会比较内向，然后可能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内向吧，然后喜欢我然后留在我身边的人大多数其实都挺内向的，就他们会在旁边看着你，但是呢他们虽然在旁边看着你，但他们还是能就是用自己的行动让你感觉到他们在爱你，就别人看起来可能会觉得啊，他的粉丝怎么都这样啊，就是怎么跟他都不亲近啊，好像不是很喜欢他呀，都旁边默默看着他，但其实他们就是会以别人看不到的方式然后我看得到的方式去行动去爱我。虽然我很喜欢外向派的，像今天谁，今天权志龙，今天哎，反正挺多人的吧。我其实也挺喜欢外派的粉丝。怎么说呢？因为就是，也就是像火一样燃烧着我，就会让我也想要燃烧起来。然后像内向派的就是比较像水，你懂吗？它就温柔的包裹着你，就是不会让你感到不舒服，但它就很安静的爱着你。然后外向派的就像火。是，我是个现实派的浪漫主义者，就是我得得到我才会浪漫，我得得到了我才会付出，我要没有得到的话，我这个人就很现实。你就滚烫的开水 cool， 你就像那种大声抠我。我该没电了，该没电了。对，我觉得内向，你可以内向，但你一定要真诚，因为我见过太多人了，你知道吧？就是，不管是你们这群人啊，还是什么长辈什么的，然后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其实我见过太多了。你知道我从小生活的环境都不是很友好，然后我见过太多人了，所以。怎么说呢，你这个到底什么样的其实我能看懂，我只是懒得说。我觉得就是怎么说，真诚最重要了，只要你真诚，我就可以容忍你很多坏毛病，就是只要你真诚，我就不会管，就是我只在乎我眼中看到的你，其他人口中的你我一点都不信，而且关我什么事。就比如说可能这个人跟我说啊，那个谁谁谁他真的很不好的呀，他怎么怎么怎么样，但是在我的视角上你对我是好的，你懂吗？我只在乎这个，只要你在我的视角上是对我好的，那我就绝对是偏心你的。我这个人就是这么双标，就是我认可的人那就一定会认可，就不管你认不认可，但如果他让我认可了，那我就会一直认可他。我就是一个很双标的人，我就是这种双标的人。谢谢奶茶，有新礼物 OK 啊，你要不要送我？更新了新礼物哎，明天上公演，上公演，明天也上公演，明天也是一整天，忙一整天，忙一整天。
你今天幻想就不知道下次来广州什么时候了。但外向很好，你看，因为你很大声在 call 我，然后带动了很多就是想 call 我的人，但是他们就比较害羞嘛，就不太敢就是主动 call 我，然后哎，这时候听到你在 call 我，他们就会突然有一股力量，你懂吗？就是这种人可以起到一个带头作用，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所以你会发现就是一般对外的那个人总是就性格比较活泼开朗，你懂吗？你是奶茶销冠，我等你送我99个奶茶好吗？你给我攒一攒，我然后一次性送我99个奶茶，可不可以？行不行？哎，我去。是吧？就是不敢磕。我知道你们，我也有在了解你们。就是你们在了解我的途中，我也是有在了解你们的。哎，那句话怎么说？谢谢你今天来看我。那个惩罚，不是那个愿望，那个愿望好像是这么说的。是吧？接受过甜甜圈没有啊？还好啦，还好啦，还好啦，还好啦。流年不是榴莲，我这个名这个 ID 真好，很抠选手。真的嘞，真的嘞，因为连跳2场公演了，你懂吗？然后到机长那一块已经不，我就不行了。要不是我的手被那个麦打到了的话，我都没醒过来，我脑子已经糊涂了，就脑子已经卡壳了。这样被那个麦打，然后又醒了，真无语，真无语。还是明天他们明天你看线上，我觉得跟我聊天挺好的，是吧？挺想跟我聊天的，跟你讲大道理。卡了的话就重进一下呗，重进一下应该就不卡。谁不喜欢和甜妹聊天？哦，真的吗？我是甜妹吗？我不觉得我是甜妹，说真的。我不觉得我是甜妹，说真的。我只是有时候想对你们好，你们会觉得很甜，但其实只是那个时候想对你们好而已。就突然那一下想对你们好一点，就这个样子。对啊，对完了才想起来可以改正啊！没事，以后有的是机会。快点吃完，别放到过期，保质期就3天啊！那我第3天的时候吃完它。你都穿的非常拉垮，哈哈！我也穿的好拉垮，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穿衣服了，就是没有衣服穿了。我已经开始就是。欣赏不了我上一年的审美了，就是上一年的衣服，我今年已经有点欣赏不来了。可能是女孩子总是觉得自己衣柜里缺件衣服吧，或者女孩子就总是希望可以穿新衣服吧，可能是这个样子。但我很有先见之明，我的衣服都很便宜，我的衣服就几十块钱。
除了一些就是可以穿很久的衣服，比如这个外套，虽然它很贵，但是它可以穿很久。你想，我穿一个冬天了，那你这么一换算下来就感觉很值，确实就性价比很高。像那种便宜的衣服，就可能穿个几次，然后就也就要腻了的话，可能就不穿了，因为你不会不舍得嘛。最多的就校服，哇哦，确实，可校服不是只有两套吗？明天要吃完，明天行，明天回来吃，明天回来吃，因为明天还要上公演呢，就是不能在公演前把它吃完。是芝麻薄脆吗？芝麻薄脆是什么？不太知道是什么。和别人分享吧，嗯，白衣服能穿一冬天，好厉害！我等明天公演结束之后，要把这件衣服送去干洗，因为我觉得它脏了。但我又不敢用洗衣机洗了。吃你一拳嘛！给你脑瓜崩！下周又冷了，所以这两天干洗，干洗完回来之后就又全新的了。然后先穿别的外套吧，我也有别的外套。你知道吗？很巧，我今天就是不知道穿什么衣服嘛，今天去剧场不知道穿什么衣服，然后找了好久都没有毛衣，我说。我怎么我然后我当时就在房间吐槽，就是自己跟自己吐槽，我说我怎么一整个冬天连件毛衣都没有买，然后我去剧场之后就收到了一件毛衣，耶、没吃的话吃你一拳，家暴替、啊、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家暴子女啊，你这子女怎么还家暴呢？可恶啊！我说错了。昨天白鹿也是要给你一拳，怎么这样？怎么可以这个样子？我长这么漂亮也是会哭的好吗？哦对哦，你看我上次你那个要好的那个疤看到了吗？就是看到了吗？在这，到现在就已经变成小皮皮了。然后让这里一道疤，这里一道新的疤，嘿嘿，好了，这个疤快好了之后来了一个新的疤，真好呢。广巴的，广巴真好，不愧是广巴人。你看，巴人自有疤痕，嗨，还挺押韵的，真无语，有点难过了，有点难受到了。我好爱说无语哦，想到前段时间，然后你们说我的，你们说就是陈佳音的母语是无语，又想到了这句话。我脸上有吧，我这只眼睛这底下有一片叶子，就是那种很小很小很小那片叶子的那种疤，很小很小很小的那种小叶子，就那种叶子形状。没有，我化妆遮掉，我把它画成卧蚕了，我把它画成卧蚕了。今天怎么戴了什么什么什么的口罩啊？我不知道那口罩是谁的，我拿着北哥的口罩，我看他有我就直接拿了。我看到他有什么口罩我就直接拿了，我就拿了一个他的口罩，
因为我只有白口罩和哆啦 A 梦的口罩，没有黑口罩。但我今天就穿的这个样子。哎呀，我今天穿一身黑配个白外套嘛，我就想着带一个。哦，对，我还有玉桂狗的儿童口罩，超可爱。哈希口的，哈希是谁？是什么动漫人物吗？是什么动漫人物？我不知道哎。哈比为谁？哦哦哦哦哦哦哦。好，嗨，陈佳音就是不太那什么，我要反应不过来。花里胡哨还是收藏好，花里胡哨比较难搭衣服。话说开站子的时候抽奖，你还抽到了大奖。真的吗？你开站子的时候你抽奖抽到大奖，那真的是有缘。我不上网，我就不太知道哈希。我上网我看的更多的就是你要跟我说网红界的瓜，我一哎就网红界的东西就我一个我全都知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知道的这么清楚。但是我和的瓜不太吃。什么我和的鬼呸呸呸，就是懂则懂。他有个感觉有点小，比较适合我，可以试试。看到猫猫口罩想给我，什么猫猫口罩？他们最近很流行那口罩，哎，最近成员很流行那种，就是动物图案的口罩，就一只老虎的那种下半张脸，或者狐狸的什么的那种下半张脸。我发现好多人在戴这个。对，玉桂狗口罩是你上次送我的那个。最近好流行那个。支付宝送的哦。我不知道。今年他们各个平台不都是那个什么35了，我要关直播了，我要关直播啦，然后我卸个妆顺便看看大家，辛苦大家一下，就是给我刷刷数据呗，好不好呀，拜托拜托。因为感觉这一周的 KPI 质量挺高的，你懂吗？就这一周的 KPI 质量挺高的，然后就希望这个数据好看一点。我今天在后台刷抖音吗？有吧，我各个平台都看了一下，因为我会去看自己的数据。拜拜，我真的得下了，拜拜，我们明天见啦。我们房间说吧。哦，对，今天不会翻牌，今天太累了，好吗？小宝今天太累了，小宝明天给你们翻吧，拜拜。